女明星反嚼起来有多刚。节目中面对黄明昊的撒娇示弱，乔欣一点不惯着。别老找那大假链子戴好吗？一定要戴，戴真的，戴没钱了。你在抖容易挨揍。那英在接受采访时，面对记者的无脑问题，毫不怯场式回怼：我觉得你们问的话题都跟我没啥关系，咱换个话题行吗？你哪家报纸的？去问他呀！你怎么那么好奇呢？果真是反嚼王牌呀！陈瑶在录制节目时一直喊自己胖了，乔欣的发言也足够直：我最近胖了，那胖了呗。他胖是他的事情，我瘦啊。杨幂面对土味情话，也是一位钢铁直女。你知道吗？变甜有100种方式，健康和99次想你。这么巧，我这里刚刚有一糖是我想吃的，现在这一糖给你，也只是嘴甜，我心里没你，而杨迪节目中称讨厌什么样的女生时，范丞丞在旁边迎合的有模有样。有些朋友是这样子，不会自己主动点歌，别人点，哎，这首歌我会唱，我就跟着来。这种人最讨厌，好不好？对，小菊就是这种人。伊能静想让秦昊喊她 baby， 秦昊说话直接给大伙整笑了。老公，你可不可以叫我 baby， 或叫我宝宝？宝宝，你要不要安静一会儿？宝宝，你要不要安静一会儿？果真是看得明明白白呀。